6月9号，张玉轩天天在微博上晒出了两张妹妹的照片，并配文么么哒，生日快乐。原来今天是小妹妹的生日啊。照片中天天的妹妹身穿白色吊带裙，头上戴着花环，面前有一个以冰雪奇缘为主题的生日蛋糕，蛋糕上的蜡烛是数字3。转眼间妹妹都已经三岁了，脸蛋儿圆乎乎的，特别可爱。蛋糕上除了有一个显示妹妹的年龄数字以外，还有妹妹的英文名佐伊，也就是佐伊。网友留言称，哎呀妈，太像你爹了，祝妹妹生日快乐，妹妹生日快乐，哥哥跟妹妹都要好好的哦。早前张亮生日的时候，儿子天天微博动态更新，上传了一则视频，配文爸爸生日快乐。视频中张亮的女儿拖着一张小巧的蛋糕，冲着镜头奶声奶气地为爸爸送上自己的祝福，爸爸生日快乐。张亮也在评论里回复道，爱你们。